厉害的魔导手枪。重心的平衡，嗯，啊，你就这样子把人家的手枪给拿走了，是这样喽？哇，哎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事件。妙姐这个世界好想要它，好独特哦！哎，爱心还是三个哎，它没有消耗哎，所以一定是要做掉那个爱心，把它消耗掉才会算。变成那样的局面吗？哦，这里才算。好，我们观察一下。帮你处理这件事。所以你看，即便有没有千只羊眼已经做好了，还是要有没有妙姐出手做一些事情比较好。啊！棋局，想象。これでもない。これでもない。惜しいけど却下。論外。悪くないがもう少し。もう少し踏み込んで。却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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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脑袋中进行无数的推演。数千通り検討。仮確定。別パターンとの弁証法的な統合。四次元ダイナミクス上での仮想検証。修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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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これです。哇塞！不是，你刚刚说有没有？我这边应该还有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余裕不是啊？你花个一分钟有没有就已经想要最完美的方法了？他们都可以隔着手机就知道了。马上挂电话，不打搅两人。哦，所以很消耗体力，还是你故意看到老师来说啊？消耗心力，象棋棋手应该也不会想到几万步吧？几万步太夸张了吧？几百几千就很夸张了。你还要倒多久？你现在都还是倒着的。妙姐，小心的魔导枪。说重心很奇怪，
哇，直接一个大大颗的。不然我们这样，我们也先看看黑兔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两者再选择一下。黑兔主动提出的请求。黑兔主动提出的请求，他主动的啊！对不起了，妙姐，对不起了，妙姐，你跟我讲什么我都忘了。嗯，但是这个枪还是先拿。这后续就不用理了。毕竟四选三嘛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是罪恶的黎恩。账号的事，什么？你要汇款给黎恩吗？没问题，非常需要你汇款。アクセスに成功しました。画像を出します。幽冥儿。乡民们都无视啊，乡民们没事啊，乡民们。对啊，他这样子存取资料库不会被发现吗？以现实来说，有没有就一定都会？对啊，有记录啊，因为这艘船很厉害。浏览用的人头账号。产品相关事项报告书。发现什么了吗？暗号。对不对？黑兔的好感度更重要啊。同他的份一起，解完委托是不是会有加一羁绊？我们又，哦，好像会啊，好像会。哎，我看好像克洛也有羁绊，那克洛当然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如果加一的话，那这只克洛没有啦，都不好意思啊。等加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克洛，然后选择妙姐。真嚣张啊！来 PK 啊！居然还要先下船。杜巴利，呵呵呵，哎啊！
我并不是成为你的伙伴。解释铁骑队的首席对视无反，哇，其实你看他也很贴心，有没有？你没办法对伙伴跟学生使出全力，但是对我可以，尽管使出你的全力对付我吧。哇，语气完全不同。五月一三，明的明明是输了，有没有？还是要很倔强。来回。天差地远，100次看能不能赢1次的程度。修罗之剑，梅尔卡巴的同志，你不需要独自背负一切。哎呦，还以为没办法啊！啊，第一个羁绊先握手，第二个羁绊呢，可能就会有拥抱或倒在怀里，第三个羁绊，哎呀，就更不得了了，哇！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杜巴里，你太小看李恩了啊！这个叫做攻略之手啊！啊，噔噔噔噔，2颗半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个羁绊呢。小飞，啊，爱心加一，又到地上。这个飞船的人员想说，是在 Hello， 我们才刚起飞，你现在又要我下降。